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阿玩公金仔，我是中山大学企管系的教师佘建元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讲基础经济学所会用到的数学技巧。基础经济学所会用到的数学技巧，今天呢这一讲呢，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导函数的常用公式哦。导函数的常用公式，大家应该有记得，在上一讲的时候呢，我们有示范的，给大家示范的一个。如果 y 等于 h of x 等于 x 平方的情况下，我们怎么样来求这个导函数？我们说导函数是什么东西呢？是在描述这个 y 等于 h of x 各点斜率的一个函数。那我们上次呢，只是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叫做 h of x 等于 x 平方。可是事实上我们在平常呢，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一个函数。那数学家呢，他们就越利用呢，上讲我们讲的那个方法呢，陆陆续续的求出各式各样的一个函数，它们的导函数长什么样子？这个东西呢，希望各位同学可以背下来，因为你背下来的话呢，当你在实际上在求各式各样的函数的时候，会给你非常大的帮助，给你非常大的帮助。那我们就先从呢最简单的一个这个公式开始来，第一个公式是，如果 y 等于 h of x 等于 c，这个 c 是一个常数，这个 c 是一个常数。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它的导函数会长什么样子呢？它的导函数会等于零。这个也很直观，非常容易理解嘛。y 等于 h of x 等于 c 是表示什么意思？表示说不管 x 带多少的值，y 总是一个固定的常数，对不对？y 总是一个固定的常数，也就是说，当你 x 怎么变动的时候呢，这个 y 永远都不会变。既然永远都不会变，那它的导函数是什么？自然就是零嘛，永远都不会变，就是变动率没有变动率啊，那所以就是零哦。所以如果你的 y 等于 h of x 等于一个常数的话呢，那它的导函数呢就会是零哦，就会是零哦。那也可以把它理解呢，c 哈就等于 c 乘上 x 的零次方嘛，x 的零次方就是一嘛，就是 c，所以它的导函数就会是零。那第二个呢 ，h of x 等于 x，如果第二个函数是 y 等于 x。那它的导函数是什么？y 等于 x 哦，这是一个线性的函数哦。这个是呢，如果你有一个 x y 的坐标轴的话呢，这个函数呢就会是一个45度线嘛。那45度线它是一条直线啊，那它是什么意思？它就是说，当你 x 每增加一单位的时候呢，y 的变动率也会是 y 的变动也会是一单位，所以变动率就是一嘛，就总是一啊，就总是一啊，所以它的导函数呢就会是一。那第二个公式，第二个函数呢？y 等于 h of x 等于 x 平方，这个我们上次有讲过了。我们上次就用这个例子出发嘛，来跟大家讲怎么样求一阶导函数。那求出来的结果叫做 2x，我们也验证过了，说这个确实就会是 2x 哦，就会是 2x。好，那数学家呢也算了一个，如果 y 等于 x 的三次方，那他们也去算了一下他们的导函数为什么？会是什么样子？一样可以用上次的那个方法，我们就不多讲了，可以得到呢，算出来的结果呢，那个导函数呢，会是3的 x 平方。那一直到后来他们就去算了 y 等于 x 的四次方，y 等于 x 的五次方，y 等于 x 的六次方。通常如果你在数学那个数学系上微积分的课的话，他们就会一个导都叫你导一遍，然后一个一个都叫你导一遍。我们这边大概就不用导，然后可是你大概有个概念说。它呢都会长成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样子，什么样子呢？如果说 y 等于 h of x 等于 x 的 k 次方，我们去整理 x 平方、x 三方、x 四方、x 五方、x 六方，一直到 x 一百次方、200次方，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公式。这个公式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如果 y 等于 h of x 等于 x 的 k 次方，那它们的导函数 h prime x。就会是 kx 的 k 减一次方，也就是说，你把这个次方呢 k 呢移到前面来，然后呢上面的这个 k 呢再减一，总是会有这个样子。你看我们刚刚讲的，如果 x 平方的话，它就会等于 2x；x 三次方呢，它就等于 3x 平方；x 四次方的话，它事实上就等于 4x 三次方；x 五次方，它就会等于 5x 四次方，总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存在。所以数学家就帮我们整理了这个。如果 y 等于 xk 次方，那 h prime x 这个就是 h of x 的导函数，它就会是 k 乘上 xk 减一次方，k 减一次方，当 k 大于等于跟当 k 大于零的时候，他们有整理了这个公式。那你就会问呢，
如果 k 小于零呢，这个公式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背？哦，幸运的是，这个公式还是继续可以用啦。哦，这公式继续还是可以用啦。哦，数学家们呢，哦，在过去呢也用刚刚我们哈、哦，刚刚我们上讲呢讲过那个方法哈、哦，我们之前呢讲过那个方法呢，他们也是一样导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。一找出了这样一个规律，如果 y 等于 h of x 等于 x 的负一，一样它的导函数 h prime of x， 你一样可以把它当成用刚刚的那个公式来记，负一移到前面来，负一移到前面来，那上面的那个负一呢，继续减一，它就变成负二，好，它就变成负二，所以一样，如果 k 小于零的时候呢？哦，当 y 等于 h of x 等于 x 的 k 次方，当 k 小于零，它的导函数 h prime of x 呢，依然可以用这个公式 k 乘上 x 的 k 减一。那你说这样是不是很方便？哦，非常方便。然后 k 大于零 ，k 小于零，你都可以继续用这个公式。啊，如果 k 是分数呢，事实上也可以用这个公式。哦 ，k 是分数，其实也可以继续用这个公式。所以这个公式呢，就是微积分。哦。微积分呢，讲微分的时候呢，最重要的第一个公式、哦、希望大家都把它背起来、哦、来，再复诵一次 ，y 等于 h of x 等于 x 的 k 次方，它的一阶导函数就会是 k 乘上 x 的 k 减一次方，不论 k 是正的、k 是负的或 k 是分数，这个公式呢都可以用、哦、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式了、哦、好，那我们再接下来再讲讲其他的一些规律。哦，比如像今天第四个规律是这样子，如果 y 等于 c，c 是一个常数，乘上 h of x， 哦，也就是说呢 ，y 呢本来是一个 h of x 的函数，你现在把它前面乘上一个常数，那它的导函数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这个常数继续留着，哦，那再乘上了 h prime of x， 哦，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也就是说这个常数呢不会动。哦，你就是直接呢，如果你 y 等于 c 乘上 h of x， 你要求 dy dx。哦、那 c 还是不要动、哦、求后面的那个 h prime of x 的导函数就可以了，再乘上来 c、哦、c 是一个常数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的另外一个规律呢、哦、第五个公式呢是加跟减的这个问题、哦、有些时候你会碰到说不会只是 y 等于 x 平方吗？你会变成是 y 等于 x 平方加上 x 三次方， y 等于 x 平方加上 x、哦、y 等于 x 的三次方加上 2x， 你会碰到这种情况。这种情况的时候呢，导函数或是求微分要怎么做、哦、你就个别每一项就做就可以了、哦、所以就用到了这个规律。这个规律是这样子，如果 y 等于 h of x 加上 j of x， 或者 y 等于 h of x 减掉 j of x， 那他们这个 dy dx 是什么东西呢？你就是个别每一项做，前面做微分 h prime of x， 后面做微分 j prime of x， 那加减正负号呢，加减呢依然继续留着，依然继续留着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讲最后一个规律，这个最后一个规律呢稍微复杂一点，然后稍微复杂一点，它是这个样子，如果你今天要求的是 y 等于 h of x 乘上 j of x， y 等于 h of x 乘上 j of x， 那它的导函数是什么呢？哦，这个数学家一样，他们用之前的那个我们跟大家讲的那个方法呢，哦，找出了这个时候它的一阶导函数会长什么样子、哦、那这个呢一样很常用，所以请大家把它背起来，它会是这个样子、哦、dy 除以 dx 呢会等于呢 h prime of x 乘上 j of x， 再加上呢 h of x 乘上 j、哦、prime、哦、of x、哦、你可以记一个口诀啦、哦、就是说如果 y 等于 h of x 乘上 j of x 的时候呢，你要求它的一阶导函数这个 dy dx 呢，你就这样子背，先为前面，然后后面不为，然后再加上呢后面为前不为、哦、前为后不为加后为前不为、哦、前为后不为加后为前不为、哦、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式，我们常会碰到这个情形、哦、你把它记下来、哦、多做几次你就会记下来了。哦，所以以上呢是跟大家介绍哦，这个微分呢哦几个最基本的公式哦，希望大家把它背下来，背下来后呢你常做题目呢哦，会对你的做题目的时候有帮助。好、哦，我是中山气管设计员，好、哦，我们下次见。